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
谢谢我的好饼干哦，拍照呀！哎呀，不用，梦。饼干，谢谢我的好大哥，我先拍照，视频拍完了。好厉害！我俩人。谢谢好大哥华哥，视频拍完了，现在拍照。我还有，我还有，说吧，谢谢你。没有，谢谢我的好大哥华哥，真的，这辈子我真的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，琴声我放飞，一曲白歌，为你写来。钟声君临飞过，我们祝福你的生日，音乐配不上。清晨我放飞一
去拜歌，为你献来一颗金色麦穗，鸽子在芬芳一中飞过。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，我们祝福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，愿你逆风起飞中获得收获，我们祝福你的生日，中国，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。收的手花咯，人家不好开心嘛，都到一些感就是心里舒服。哎，这个也送了，你说中国，哎，阳台也是送的，那个太贵一点。对对对，就是从语言上来说，肯定就是送的东西，可能心里面听着是舒服，但是因为可能每个国家它的销售模式、概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可能心里面在这边，可能心里面听着不舒服，但是实质。您这里就是关于我们前，您们如果对我们项目有任何的疑义，或者说我们这边都可以给您做200%的透彻的讲解。因为是这样的，我们项目呢，刚才我跟那个我们的手法还是我们后期的配套都是蛮不错的。我们选址呢是选在这一块，叫我们这来说最好就是独立沙滩，要不然就是往那边，往那个码头那边走了。如果讲一个未来的发展空间以及舒适性的话，独立海滩是最舒服的。也可以，行行，那就先一个平安哦，好，拜拜。下次到西岗，就是第一个地方住到湖北，我们会热烈欢迎你们。